而家咧，我哋就揾到阿 Kelvin 產品發展部嘅朋友咧，就為我哋介紹一下 ETL 嘅究竟有啲咩新嘅分別咧。其實咧個分別咧，比起2007年咧，你睇到啦，個頭嘅鬼面罩咧同埋個 bumper 咧，其實都改咗。咁我主要個作用咧，就係個進風口嘅位置咧，其實係大咗，咁令到架車咧個散熱啦，同埋個 downforce 咧都係大咗。咁你睇到啦，頭 bumper 咧側跟呢嘅部分咧，兩邊咧多咗兩個日間行車嘅 LED 燈啦。咁另外啲 rectifier 亦都多咗啊，咁個用處咧就係令到咧啲氣流咧就會繞過個轆嗰度，咁唔會同個轆嗰啲亂流咧撞埋一齊，令到架車行嘅時候更加 smooth 嘅。咁呢個就係外觀上面嘅主要分別啦。咁當然車尾佢個 rear diffuser 咧亦都加長咗，咁令到架車咧嗰個風阻係數咧由 0.27 去到 0.26。咁啊，整體架車咧，成個 downforce 都大咗 10% 嘅。咁啊，嘅 performance 方面咧，嘅 engine 嘅 output 咧係明顯增大咗噶。咁啊，2007年咧，佢個最高馬力輸出咧係去到480匹啦。咁但係喺呢個2011年款咧，就去到530匹啊。咁另外個扭力巔峰值咧，就係60kgm 咧，就去到依家2011年呢一代咧62.5kgm。咁當然啦，佢個扭力範圍咧係大咗88轉嘅，即係話咧每一個波段個扭力都好充沛。好啦，咁我想問一下啦，究竟有啲咩實際嘅 result 係 prove 到係快過上一代嘅咧？呢架車每年咧都會去紐布寧嗰度去做測試啦。咁喺2007年咧頭一代嘅時候咧，佢喺紐布寧個圈速咧就7分38秒嘅。咁去到呢一代啦，2011年我哋面前呢架車喺紐布寧個圈速咧就去到7分24秒22， okay。 其實快過好多 supercar。量產車嚟講咧，佢絕對係 number one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揾到marketing 嘅同事阿 Luke 咧，就為我哋介紹一下 GTR 啦。咁阿 Luke， 我想問一下咧，點解我哋要喺合成嗰度買架 GTR 咧？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、是、第一就係、是、呢架車係已經2011年版嘅改良啦。咁同時間就係話其實架車我諗買就喺坊間唔難嘅，或者自己引進都唔難嘅。咁最主要個原因就係話，其實係個售前售後服務啦。咁售前嚟講，其實我哋嘅同事都會即係講解曬所有需要留意嘅地方啦。咁但係最重要個 part 都係售後服務。售後服務就係話，因為我哋有一個日產廠方認可嘅 Nissan High Performance Center， 咁叫 NHPC 啦。咁佢就會提供曬所有專業嘅服務嘅，包括就係話即係我諗日常保養維修啦，或者有啲專業佢想跟住架車而調教嘅嘢咧，咁都會包括在內。咁當然啦，我哋技師咧，其實都要全部係喺日本嗰度咧上兩個星期堂咧，都要考埋試咧，咁先可以即係考畢到業，咁先可以整呢部車嘅。咁而相關嗰個設備啦，或者維修零件啦，咁投資咧，我哋公司都即係使咗起碼過100萬嘅。咁啊呢方面我諗係即係俾到個消費者或者個車主嗰個信心咯。咁而嚟講就話喺香港，我哋得係九龍灣就呢個蘇隆油嘅啫，因為啱啱之前提過啦，就係話 High Performance Center 咧就香港全香港咧而家唯一都係得呢一個嘅。咁變咗所謂 3S 服務咧，就全部會喺曬我哋呢個中心呢度。好，唔該曬 Luke。